野牛一种大型食草动物，因肉质鲜美是很多食肉动物觊觎的对象。不过野牛也不是那么好招惹的，哪怕是狮子也不敢贸然行动，通常在捕食时会选择集体出动。这头狮子自认为实力过硬，单枪匹马捕食一头野牛，结果很亏，便尝到了苦头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反而被野牛重伤，最后能不能活命都是个未知数。最近又有摄影师在野外拍到这样一幕，野牛群中躁动不安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镜头拉近，这才看清，原来一头母狮闯入水牛群，被水牛踩踏致死，尸体还被不断地抛向空中，场面简直惨不忍睹。它就像是皮球一样被踢过来抛过去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狮子，最后还被野牛们扔进了水中，下场太惨烈了。野牛之所以如此残暴地对待狮子，除了打击报复心理之外，想必也是为了告诉狮子。